不能啊。还好护具发挥作用。我怎样？电门先关掉。电门先关掉。来了，这最大一个人。手痛。我跟你讲，我给你救你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小心，小心。剑锋，你要来这里，我真的手痛。没有没有，你要到这里，你要站在那个水管上面，把那个，哎对，你人先上来，你人先爬上来，我就找你上，等一下等他上来，三个人一起，这120米，你脚掌他会滑，来，拉他上来，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。护具发挥作用了哈，没有，你要去站在那里，站在那里，站在大灯那里，我真的手痛。大灯，你要下去大灯那里，没有，剑锋你一样站那里，车子先拉正就好了，没关系啊啊，两个人拉前面，好来，你一只脚站在树干上，树干哦，对，来，往上拉。我只能用左手出力。好，先上来啊，先上来，拉着车上来啊，拉着车上来。然后哎，帮他往后拉，再让他骑一次。骑歪歪，吓死了，还要再骑一次。不要虐待他好不好？他已经吓死了。巧克力他也。